美丽的方法。哎呦哎呦！你是不是病了？不去抓羊，要我吃草吗？我只是见你火气大，所以煮了些草药给你喝，你还打我？没有羊吃，我能不生火吗？你放心，我会捉到羊的。哼，我现在出去散心，免得在我找到狼改嫁之前把你打死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这一次你们可一定跑不了了。就是你害我的，我叫你照，照照你的样子。的家伙，敢不敢照照你自己呀？我怕你叫我奶奶、孙子。奇怪，羊，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，那世界上最丑的呢？我从一出生就开始等，等了千百年了，我终于等到它了。谁？一点灵气都没有，去死吧！你快点，好了没有？美羊羊，你怎么会是世上最美的呢？我要把你从这个世界上铲除掉！气死我了！小姑娘，平时那位胖帅哥呢？他去洗手间了，我替他站一会儿岗。是吗？我看你怎么不开心呢？哇，你看脸上长了痘痘，都不漂亮了。那你遇到了我，真是你的福气了。看这个，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颗是超级嫩肤丸，吃了以后就不长痘痘了。现在推广期间，就让你免费尝尝吧。真的，谢谢你。这药真管用啊！说，现在全世界最丑的是谁？是美羊羊。我是全世界最丑的。机会来了。Yeah.
老公，抓到了吧？在麻袋里呢。我俩今晚给山羊用了。不好啦！美羊羊失踪了！美羊羊失踪了！失踪了！你说什么？美羊羊怎么会失踪的？对呀，我刚才上了个厕所，叫美羊羊帮忙站一下岗，可是回来就不见他了。我看到铁栏杆的门打开了，他的一个发夹掉在地上，最可怕的是他的脚印一直跑向树林，而且在他脚印的旁边还有狼的脚印。喂，懒羊羊，你在这旁边睡觉，有没有看到美羊羊啊？看到，刚才我还看到喜羊羊、沸羊羊、村长和我在吃仙草自助餐。美羊羊失踪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？快醒来吧！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不过在找到它之前，大家先睡一觉，休息休息吧。美羊羊，臭羊羊，你知道我等着吃涮羊肉等了多久了？老公，动手吧！好，等我姥姥先把你给宰了。你们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杀了他，世界上最少的人就变成你了，红太狼。美羊羊活着，有羊比你丑，他死了，你就是最丑的。老婆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，来吧，咱们吃顿好的。我不行，哎呦，我不行，你动他一个羊毛，我不要成为全世界最丑的狼。可是老婆呀，这是我们结婚多年以来第一次到嘴边的肥羊啊，难道你就这样让他给飞走吗？放心吧，你们不杀我，我也不会走。为什么？我都这么丑了，回到羊村肯定给他们笑话我，我宁可不回去。其实红太狼你也不老，只是平时没有好好护理，所以变得又干又瘦。我有方法可以让你像我以前一样漂亮。是吗？是啊，只要你拔一些灵芝草，再找一些珍珠草，加上美人草晒干磨成粉，每天早晚涂在脸上，连续一个月哦。老婆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。哎呦，老婆，我饿呀，我要吃涮羊肉。哎呦，去去去，平时我喊的时候你给我吃肉了吗？可是你说那么多草我都不懂。你解开我，我叫你到树林里去采。你跑了怎么办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不会跑的。而且我哪有你跑得快呀，就算我要跑又不给你抓回来的。那好吧。狼的脚印到这儿就没有了。美羊羊。红太狼，你气好了，这些都是对你皮肤有好处的。知道了，我会记住的。你见过狼这么听羊的话吗？没有。
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要把草做温草药，加上水和石膏，变成涂脸的面膜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先做一点。你先涂上，给我看看。你看呢？哎呀，你真有效，痘痘不见了。哎呀，如果我全身涂一遍，不就更美了吗？这个当然啦。感觉挺好的。当然啦。不过我怎么感觉动不了了？对呀，你要是能动，我怎么走呀？喜羊羊，快走！不用怕，它动不了了。啊！